哪一句？台湾谚语，嘲笑人明明没有能力，却要许下大愿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。台湾谚语，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。台湾谚语，这架是大官。嘲笑人明明没有能力，却要许下大愿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